这个西区里面叫新加福联大道啊走走啊。咁今晚我哋酒店咧就喺圣凯弗林个大街上面，好正噶啊，好正。咁大家可以咧就出嚟行下咯。咁你话买嘢咧就冇得买噶啦，因为咧 Montreal 咧好鬼怪噶，就好 old fashion。星期一至星期三会收五点收六点，除咗啲酒吧啊，有啲大公司佢都可以九点嘅，但系一般嘅商店咧六点钟闩门啊，咁奇怪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那个蒙特利尔人呢，还是保留那个加拿大传统，懒惰。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三呢，很多商店都是关五点跟关六点，啊，还是保留的，还保持。有大部分的星期四到星期五呢，就开到九点钟，星期六呢也是半天，十二点啊，九点到五点六点，然后星期天就半天，这样子。星期一到星期三就开到那个。五点六点，但是有一些大公司会要开到几点。